真实用，真好看。不跟你讲这是什么，我们有没有时间限制？啊，这字好像有越来越丑的趋势。一日包装好了，我们准备出发送给粉丝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浩奇说，你们两个，对，我本身是一个歌手，哦，你好，然后有在写歌，你们听过吗？有，真的吗？对，你听过吗？有，哦，真的，专辑都有听。原来我这么红啊，在路上随便抓两个人就听过。好了，其实今天是带来我的两位粉丝，今天是你们的出道日，今天主要就是因为你们有在募集上面有留言，然后我们就是有挑了两位出来。啊，你记得你讲什么？就在音乐这一条路就是很辛苦啊，然后就感谢你就坚持到现在。你记得你讲什么？就苏跑他在每一张专辑里面都很用心的去制作，那不论是在编曲上啊，或是创作写词，或是其他的跟 vocal 的部分都非常非常的用心，那所以这也是我一直想支持他的原因。嗯，我们今天要做的任务是跟苏跑一起做掉啊，对，嗯，对，我们今天都有不同的愿望。可以猜猜看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哦，猜，有料理经验吗？不多。哈，你呢？我煮面而已。完了，话题 Q 了。确定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？我也不行啊。来，很下饭的菜，颜色是红色跟咖啡色的。它是重口味的一道料理，然后很下饭。它是深红色，然后它有滑嫩的口感。它可以做荤的或素的，然后它主要食材是白色的。我觉得这道菜它有点辣，但是又不会太辣。但如果你要做到非常辣也可以。那有些人会习惯把它和在一起吃，有些人会把它分开吃。我觉得这道料理在我们学校的那个营养午餐很常会吃到，粘稠度大概这么黏吧。对。这道料理呢，它方方的，黄黄的，伸缩自如，伸缩自如。这道菜在那个小当家里面有出现过。OK， 谢师傅是不是？听完这个提示，猜得出来是什么料理了吗？好，我本来大概有90%的把握，但听到那个伸缩自如以后，我突然间变到20%了。对，我们去找找看。第30分钟，那你的排版的时间。好好好，我们准备出发。OK， Let's go。记得哈，脑海里都有我们要的东西。有，都有。不然我们这一集能不能 call 一下阿基斯啊？对，我打电话呼叫他一下。哪里？等一下，我们要什么？走这边好。我们先去找调味料。等一下，这个是。哎，这里应该会有我们要的。我们要什么？请问有没有豆瓣酱？有。有哪些豆瓣酱？哦，辣豆瓣酱。辣豆瓣酱。好。这里这个。还有这个郫县豆瓣酱。你们觉得是哪一个？原来豆瓣酱有这么多种。这个都不错的。好啊，就用这个好不好？好，就这个。好，我们就买这个。好，我们要买什么调味料？无醋。还有辣的还是不辣的？辣的。好，我们还有要什么吗？这边有白胡椒吗？哇，这里就可以全部买。哦，好诶。醋要吗？真的有醋吗？我印象中有酸味。好啊。不确定。那再一个醋好了。我们到底会做出什么黑暗料理呢？老板有没有准备做麻婆豆？麻婆豆，看你要再加一点花椒粉。哎，这个花椒粉，你看，这个很重要，要麻。等一下，对，就是这个味道麻的，麻的那个味。那今天都有，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我们剩下豆腐、葱蒜、猪脚肉。我们先找卖菜的。你们平常会来逛市场吗？啊，不会。还是你们跟我一样都是买超商超市的比较多？超市的比较多。但市场比较便宜。对。对，市场比较有人情味。
好，这边应该有，这边应该有。青香蒜应该。老板，我们要找葱蒜。啊，葱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，再，好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就这样。葱蒜，我们还要豆腐，这边不会有豆腐。好，那这样这边这样就可以了，谢谢。那我们接下来吗？接下来买了吗？有，我刚刚路过的时候其实看到了，有没有看到什么厉害的？这感觉就是我们要找的店呢。老板，请问有猪脚肉吗？脚肉是吧？对，有。好，那我们买多少？我们做一道菜而已。一道菜。我们做一个麻婆豆腐。那你说现在除了绞肉，你要买什么？还有豆腐。豆腐。对。对，最后再找一个看起来很像厨师的，问他怎么做。哎，我们今天就完美了。我们完全就认定这个是我们的谜底哦。等下出来不是的话就完蛋。我们要再来买一次。加多少？加多少？好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你们没有卖豆腐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隔壁嘛。哦，那边。好，谢谢，我们等一下去找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走。老板还给提示哎，太棒了吧？下一个豆腐。我们要找豆腐吗？对，我好像要错过了。这边这边有反应。哎，有葱花豆腐。哦。那是鸡蛋豆腐。你有没有吃过鸡蛋豆腐做的麻婆豆腐？哎，没有。很好吃。对，我做过的唯一一次就是用鸡蛋豆腐做的，一份应该不够。老板，我买两份鸡蛋豆腐。鸡蛋豆腐两盒。对。好，这样就可以。谢谢。好。好。好。那你现在鸡蛋豆腐做的超好吃。大部分人家鸡蛋豆腐是黄色的。对，不是白色的。不是白色的哦，应该没有关系吧？等一下，这个让我真的很紧张。回想一下提示。什么？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们就完蛋了。啊！可恶！方方的，这肯定是豆腐了。方的还有什么？方形的东西。我觉得这应该节目效果，我们应该是猜对的。我觉得应该是，应该我们的答案应该是对的。如果买 OK， 我们就到门口了。好，是这样子。好 ，OK。惩罚的话就是我来受罪就好，交给我。我们东西都买完了。买完了，我们买了麻婆豆腐的相关食材。对，到底是不是麻婆豆腐呢？我觉得就是成一个放弃猜测的状态。没关系，我们 OK， 没问题，这不在乎。爸爸采购去，抽歌曲版，粉丝猜歌，并一同带上计步器，总步数大于888，即获得料理提示。那你先抽。这个好了。嘿。不能让你知道。哦，这个简单。八八八八八八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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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什么？怎么这么少？先公布歌曲，刚才说什么？别再叫我哥。别再叫我哥。耶，厉害！好，我们看一下你们的计时。150。哇，厉害厉害！再来。26。车慢超速。他这里22。好，22。61。61。对啊。208-258。哇！太厉害了！看一下动得出来是不是？加起来720。哎呀！没有错，888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发出啊！好，带上你们的计步器吗？没有，带上你们的采购食材，看你们怎么做呢？